知道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水牛奶酪？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特色美食，意大利的特色美食绝对有水牛奶酪的一席之地。这个水牛奶酪在外观上看好像是一个巨型的圆滚滚的蛋清，特别 Q 弹，特别可爱。看到这个地方，小编真是忍不住想要戳一戳，这个圆滚滚的白色物质就是意大利的特色美食水牛奶酪。听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道美食主要是由牛奶做成。工人们首先将它制成液体状的水牛奶酪，然后再从水中捞出来。不过国外工人这个胳膊上的汗毛看起来可真让人恶心呀，利用挤压的方式可以做成越来越大的水牛奶酪。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简单，可是反复挤压产生的劳动力却是极大极强的，这样的工程十分考验工人的体力。越往后看画面越让人感到震撼，成功制作的奶酪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型的椭圆鸡蛋，不得不佩服国外的制作能力，这样的食物也能够制作出来。不过这样的小吃在国内应该是见不到的，只能等到去国外的时间再来品尝了。你想要尝一尝这个水牛奶酪吗？评论留言告诉我吧。